我忘了介绍，这位我是是。他的保洁阿姨，保洁阿姨。啊，您好。你做了什么？好香啊！我看，这什么？屋子都收拾干净了，那我先走了。妈，一起吃顿饭吧。不了，你们俩吃吧。我还得赶火车呢。妈，我希望你过得好。你过得好，那就好。那我先走了。安妮，你怎么突然来这儿啊？你晚上就要上船了，想让你尝尝我的手艺。辛苦你了，我帮你吧。你做了些什么啊？哇，好香啊，真的。就是一些彩椒啊，然后剁肉，炒一下。你跟你妈说了吧？说什么？说什么说？说咱俩今天领证啊？啊，一会儿领完再说呗，又不晚。我就是怕，我怕你妈不同意。你想，我就见过她一次。你说咱俩这样是不是有点，就是太快了？不快那还叫闪婚吗？怎么？怕了，现在打退堂鼓还来得及啊！不不不，老婆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哎呀，我张勇做生意，那就是快准狠，没有我不敢做的生意，没有我不敢签的合同，所以我做出的决定，那绝对是。所以，你觉得今天我俩领证，也算是你的生意喽？小花，你我接个电话。哎，刘总，啊不，咱们不是说好了下午过合同吗？好，我现在有点急事儿，啊，一会儿再联系。OK。你刚才想说什么？我就是想说，我很爱你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。反正从今天起走出了这扇门，你的就是我的，我的还是我的。行行行，都是你的，都是你的，都是你的。哎，李总。中午金茂大厦见呢，38号。哎，怎么了，老张？到了呢。啊，好，我这有点急事儿啊。好嘞。啊啊，走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谈生意？是不是不想结了呀？这儿啊，来吧，啊这边。嗯，我们38号。
件，这是子阳的邮箱，怎么署名会是 Andrew 呢？这位是？哦，我忘了介绍了，这位是？我是他的保洁阿姨。保洁阿姨。